一个？哪一个？是那个中间绑马尾那个吗？嗯。你说他什么名字？钟瑜伽。今年北宫一定要打败钟瑜伽。哦。好正啊！上课了，上课了，上课钟响进教室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博翰。博翰，我现在终于发现，羽毛球真的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运动。雨谦说羽毛球不好看，只有啦啦队好看。我有吗？哎呦，都上学期的事了，记那么清楚干嘛？他来我们学校干嘛？全市锦标赛一定训练啊！这次北宫一定一定要打败钟瑜伽。哎，博翰，那个我还有事，你今天自己回家 ，OK 哦 ？OK， 好好好，三点了，拜啊！拜拜。4:10出校门，4:15搭302回家。你找到你要找的人没？借我看一下。哎，等一下。哇塞，你是间谍哦，偷拍我们练习干嘛？不是啦，我是。我去报告教练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那个我是校刊社的，对，想要做一个报道。你是钟瑜伽对吧？大园高中两届高中杯冠军。其实。我有很多问题想要采访你。采访我？世界上第一颗羽毛球是1873年英国人波菲特公爵用羽毛插在香槟酒瓶上做成的，每颗羽毛球上插着16颗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博翰，我说我想学羽毛球，是要学怎么打。哦，来喽。好好。没接到，这什么球啦？谁接得到啦？戴资颖就接得到啊。谁啊？戴资颖啊，他什么球都接得到。2019年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丹麦羽球公开赛，2020年全英羽球公开赛，戴资颖一共拿了21座冠军。我很喜欢戴资颖。我跟戴资颖一样厉害。你最好是啊。好啊，嗨，你来这边会很难找吗？还好啦。好，那个这边的草莓蛋糕跟起司蛋糕都很好吃哦，今天你随便点，我请客。笑看色。这么有钱啊？没有啦，现在是70周年特刊嘛，所以对，70周年特刊。你还有问题要问吗？没有的话，我要先回去练习了。啊，今天不是假日吗？假日也要练习啊。如果被别人超越怎么办？哦，哎，那是不是跟戴资颖一样？他不是每一次比完赛都会马上继续练习吗？然后他已经是世界冠军了，但他还是一直保持这样，超级帅。我就是因为他，所以才喜欢上羽球的。真的？嗯。哇。哎。啊，那个。2019年法国公开赛跟福州羽球公开赛的时候，福州羽球公开赛，戴资颖因为受伤，所以都只打到4强。2020年全英羽球公开赛，戴资颖遇到世界排名第一的陈雨菲，
陈宇飞，他居然扛住了压力，连赢两场，哎，那场比赛真的是超级经典的。哇塞，没想到你还蛮懂的嘛。对啊，当然嘛。我还以为你只是偷拍而已。没有啦，我就说那是在做调查。那你知道那个 Mary 开心的时候都会说什么吗？那个他会超好笑，真的笑死，真的。可是他那场输了，那个后来在那个决赛的时候，你在干嘛？加油海报。四强赛北工对大原，这次北工一定要打败中一家。可是，我觉得中一家看起来也不像坏人啊。雨仙画这边。我还有事，你先回家。哦。4:10出校门，4:15搭三零。下一组，快点，撑住，加油！加油！继续。哎，不换，你确定站好吗？这太不吉利了吧！来，雨仙，我们来练习，打败中一家。打败钟宇佳，宇佳问你，打败钟宇佳，大声一点，打败钟宇佳，北工加油，北工加油。北工输了，魏佳莹啊，北工输了，博翰，佳莹啊，没差啦，我们还有四强啊，也不错啊，对吧？四强就是输，博翰讨厌输，博翰讨厌周雨佳，我们回去再说，博翰讨厌周雨佳，博翰，陈博翰，冷静哦，冷静。我看走了。雨谦帮博翰发。哦，下次啦，正在忙。雨谦帮博翰。哦哟，跟你说下次了嘛，先不要吵好不好？博翰讨厌钟一佳。博翰，你到底要怎样啦？你干嘛去缠着我？这很烦，你知不知道？2 3 4 3 2 3 4 4 2 3 4，换边。你说你会打羽球，是假的吧？
你说你知道我是谁，也是假的吧？校刊采访也是假的吧？我对不起啊。你说那张海报不是你画的，那他干嘛讨厌我啊？博汉他做事就是比较夸张一点，可是他没有恶意啦。你可以阻止他啊。他就很固执啊，做事一定有自己的原则，跟他约一个时间他就一定要那个时间到，你差一分钟都不行。然后洗手他一定要洗三遍，然后一生气就直接讲，他也不会看场合。可是他人还是很好的，他很有耐性，也懂很多，反正熟了你就知道了，他其实很好相处。可是你们不是吵架吗？好不想原谅你哦，除非博翰，对不起啦，下个礼拜我帮你当值日生，不好，请你喝珍珠奶茶，也不好。我，你先帮博翰撕。所以你原谅我了。你原谅我了，对不起啊，你原谅我了。你先没洗手，好脏哦。啊，所以你原谅我了嘛？啊，这个，好，我帮你撕，我帮你撕。哎，博翰，你不要走那么快啦。4:10出校门，4:15搭302回家。嗨，博翰。博翰，介绍一个新朋友给你认识。钟瑜伽是敌人，是敌人。哎呦，你赛都比完了，敌人也可以和解了吧？对啊，而且我还准备了一份礼物要给你哦，是戴姿颖比赛的门票哦。哎，戴姿颖哎，这可以看到戴姿颖本人哎。不是朋友，我不给的哦。如果我跟你是敌人的话，我就收回咯。赛比完就可以和解。哎，博翰，你也要跟人家说谢谢吧。谢谢。哎，他就这样啊，其实心里很开心的。我很可爱，我也很可爱啊，我也很可爱吧？哎，嘿，捡球啊，做什么？啊，那不是你要接的球吗？你们两个很烂哎。哇！